从外面包围了。是的，最终的危机过来。对，只有两个。哎，这南边不遇北边遇啊！而且已经把聪聪给放倒了。现在天路的队员也是过，嗯，是，而且这个火的话其实还好，这个火烧了两个人过来，布丁哥被朝阳给打了，但朝阳下车一瞬间的话也是被江湖给放倒。聪聪还是被捕了，这边焦远被捕了，萨萨中间支援过来。哇，那这两个人现在有点难扛了，主要是旁边还有个 KDF 在抽。你把喷子直接顶脸，提前枪秒掉头线，漂亮。别着急，让队友去补这个人头就可以了，自己上去换一下子弹。二打一了。对，可以，对，队友在楼上，没事，过不来，原地被卡在洗车房了。也给了一枪头啊，一打一，能服能服。拉出来直接秒掉，很主动啊，打得很主动，那可以把队友扶起来，二换四，拿了四分，还有人头没被巨幅钢厂高点拿下。这把感觉又是 PCL 会师决战，这抽奖。有点 maybe， 对，想救想救。我知道你人少一个，然后又有人要去扶，因为是 new happy。嗯，有可能一看这个 ID， 啊，天路也被淘汰了，嗯，转一个手，被蒸汽淘汰。哦，但是旁边的话，这个 Fony 也是在疯狂的抽蒸汽啊。这日子确实不太好过，甄姬现在。这是相遇，然后对乙。小豆芽，赶紧搞点手感啊！嗯。找回昨天的感觉。拉瓦掉人了。嗯。哼。就像在预热一样，哎，这教你做人的道理，好吧，兄弟们。拉瓦只剩两个。挺刚的，你别说啊，他过来接这个。站台不着急的，反正已经锁定了你一个在长条房了那把狙。确实，看周边的大喷子。是的，先窗口看一看啊，看看房子里面的情况。哎呦！哦，三路的再打一个，两个都是爆头。这波正好周边在切枪，这 timing 是。他这个时候在动。哇，这个手雷在过。哎。这救不了。这两个人。一打二。所以我说嘛，就对方至少有过来接团这个勇气，这还是值得嘉许。还有人，进点瓦卡德。瓦卡德已经把马云龙和小明都给打了下来。我走的是靠南部一点的这个公路，不想吃更多蓝圈伤害，然后被接车了。是他们的风格吧，算是他们的风格。哎，这位置有点拉稀啊。连接的太近了，这个位置过去。好，来看一下这边巨幅过来的话，也是先被老菊放到一个旺仔，把人给补掉，一波刷屏，打了三个。关键是与此同时，下面的房区居然一点枪声都没有。FR 等会儿说不定就缓过劲儿来，他就会发现了。是的，思考一下。巨幅也被淘汰，被 FR 给清掉。嗯，航浩还不错。对，航浩和威利贝尔的思路放在一起了。然后佩尔还在跟达纳瓦互相也有搞，这把风云也有机会上个大分。好，嗯，男的活的比达纳瓦久，我宣布 New Happy 获胜。但是比对方少淘汰一个人，亏了啊！现在三到五名全挂了。哇，这雷也太准了！雷也这么准，雷直接塞嘴里了。我的风格就是那种。他不是完全靠正面的枪法，打的很有技巧的那种，而且他的技巧可以带动整队的节奏。是的，是的，比较他以前不在天霸之前也是能够带节奏的。哎，小北的出枪，沃利贝尔倒了，侧面架枪的枪线，其实现在你看，这左右都没有人过去贴他，他就可以乱动。是。这个位置拉上坡以后要小心一下，这边要侧面的枪线啊。是的，四包四破补掉，别不急，我先把屁股卡卡好。
马肉踩了 FTY 之前的位置，对 FTY 目前的点位压制性还是比较强的。是的，配偶也只剩下 AZ 了，这样压的话前五名好像就天霸会活下，这把天霸看能不能抓住机会吧。是，他如果能吃鸡的话就有机会实现反超。 FTY 在不断的被蚕食，锤七幺一直在做事，但是现在其实天霸的位置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侧面摸一对上来巴拉巴拉那种人少的落单的、哦、GEX 有梦想，甚至拿一个人摸过去了，会不会出现奇迹？哎，这个漏风特别漂亮，一雷三响，这男的一刷四，打飞一刷四，哇塞，完成成就，哇，舒服。这波 GX 真的是飞机上挂灯泡，高明，爆破手，超级收益很高啊，收益非常高，让你喜欢。一起聚在这个厕所，对吧？你酸啊，你喜欢酸，喜欢渣。太厉害！哇，这边要直接从这个位置能跑下来吗 ？USG 没有朝他们有出枪的这种感觉啊。USG 在往天霸脸上摸。对，他好像真能全部跑下来，没有压力的跑下来啊。溜了溜了。GBL 现在抽 USG。还不好说，现在感觉就是直线枪线来看的话 GBL 是要打 USG 的，他旁边还有一个 Maru 独狼， GBL 跑这来了，那17不就又可以拉开了。是的， GBL 没有去17看 GX 老板默默的默默的在家里做事，做事啊，做了很多事情，兄弟们都去抠把了。是的，你看就有一说一，这个王康在这种时候他还是比较可靠的，是吧？嗯，国车小弟王浩，等我记得把车带出来啊！小海，小海，小海连打了两个，把 GX 连打了两个 ，GX 这个反坡有机会吗？他怕十七那边的枪线，对他看，而且他干嘛？头顶没有枪声，头顶如果现在有枪声的话，刚刚其实真的是一波绝好的机会。现在要打两边嘛，就 GX 还是不会主动进攻的，但是 US 一定会打 ，USG 他不在圈了。龙宗拳被放倒了，赶紧先扶一手去限制一下 USG， 这是现在目前最好的情况。哦，很准。对，先秒一个 Wellness， 哎呦好准。是的，龙宗拳也没投了，刚才我看见。 他倒过一次了，刚刚就是被 K 倒的，头顶 USG 的 K 倒的，只能打个 peak， 不能急不能急，高点队友就位了，这个时候啊，小海被补掉了，这个没办法。好，等叉叉路过来人，这一波很关键。反正过头了，就过头了一点点啊，这一下。我龙拳，那都被同时打响，对方打了两个，小路被打倒，二打二。Wireless， 哎，屁股都没被打了。他还是得看头上，哇！但是这边龙宗拳可以，龙宗拳开火了，只剩对方只剩一个人，先把分拿到，十个淘汰。反破后还在扶，十七趁着这个机会去清理 GBL 了。这也是 Form 的 timing。哇、哦！回头想 K 个头，但可惜是个尸体，是的，很细啊，非常细。只不过这个石头后面，就看十七的枪线怎么去拉扯了。烟雾弹还够不够屁股后面的烟，够不够过渡？龙族拳倒了，十七兽身上是有两颗雷的 ，S 二的一个出枪，现在只剩 GX 最后一个了，后面被淘汰了，四打二。是的，哎，十七兽已经顶过来了，远点的枪线成功收下，恭喜十七，十个淘汰，再吃一击，拿下了本次 PCS 六的最后一局米兰瓦地图。嗯，是的，现在十七190分了，十七在米拉瓦上面。